相处的技巧，对，然后这三年大家都很一起努力，然后对，然后所以我要毕业很感动，啊，对，然后希望学弟妹就是可以继续努力，然后至少坚持完这三年。好，你当初觉得田径是什么东西？那好，那你有什么话要对学弟妹讲？
专心练习，要不要再惹阿德生气。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不是什么很优秀的选手，然后我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意别人眼光，然后好好的去吃每一个课表，就是即使成绩不好，你们也要好好的去把每个课表跑完，每天都要带着坚持，每天都要带着梦想来练习，这样会比较深的住，还要多听五月天的歌。OK， 好，还有钱哦。那个就是有没有？就是希望你们以后可以撑完这三年。OK， 好。首先，祝福毕业的学长学姐哦，不管你们以后没有朝向田径这个方向走哦，也希望你们往后哦有自己定定一个自己的目标哦，然后可以顺利的完成。那虽然毕业了哦，但也希望没忘记哦，立山是你永远的家哦，不管在外面呢以后呢哦发生什么样的挫折困难哦也。欢迎你们随时都会回来，哦，这个娘家，哦，那也给现在还在立中的哦学弟学妹，哦，那你们还有一年至两年的哦田径的生涯，那希望你们不要忘记当初你们进来哦田径队的目标在哪里，哦，朝向目标前进，不管未来你们成绩如何，但是在田径这个当中这个过程。你们所学习到的这个态度，是可以带着走的，你们以后也绝对用得到的，那希望你们以后呢，我们可以好好建立这个目标，朝向目标前进，加油！好，好，立山国中的即将毕业的田径队小朋友们，恭喜你们啊，在这三年里面。的付出，那也感谢你们这三年的付出，为立山国中带来的荣耀，以及让教练们都感觉到非常窝心的这些事情啊，点点滴滴。那练田径呢，最重要的是一种态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练田径是不管刮风下雨，再大的太阳。你们都得不断的付出自己的体能，啊，甚至有不只是流汗，有时候还得流血，跌倒、受伤，会经历种种的挫折。但是呢，这些所有的付出的一切，都在你在比赛的时候，或者得奖，或者是跑完终点，那时候呢，所有的付出都获得了很好的回馈与收获。所以呢，练田径最重要的是一种态度，就是不怕苦，不怕累，勇往直前，啊，永远不停止的一种精神。那用这种精神呢，我相信以后你们去面对社会上未来所有的挑战，啊，你们都有机会去克服它，啊，去超越它。练田径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的超越，自我的期许。设定目标，勇往直前，然后去达成自己要的东西。所以呢，这三年来，你们有血、有泪、有汗，啊，但是我相信你们有很多的欢乐，很多的收获。那非常佩服你们这三年来如一日的坚持，自己勇敢的走下去。至今啊，即将毕业。老师希望你们呢把练田径这种态度带到未来的每一项挑战，我相信都会成功。那同时呢，也恭喜你们这四位同学，在这三年里面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。何应轩，虽然你在三年级的时候常常爱睡觉，但是老师对你的付出还是非常的肯定，尤其是你有任劳任怨的精神，虽然有时候。男生比较调皮，喜欢戏弄，可是呢，我还是觉得你是最天真的。那以你的个性，我希望你呢，继续不要怕吃苦啊，你的胆子稍微小了一点，但是呢，我希望你以后要勇敢的接受挑战，
没有做过的事情，不要怕，尝试的去克服它，好不好？哦、那廷瑞呢？从很远的新竹国小来这边啊、哦，也跑了三年啊。谢谢你对立山国中的选择。那我相信呢，这三年来你的付出也有很多的收获。那恭喜你和敏静在高中选择继续从事田径的生活。我相信到成英高中，你们依旧会有非常亮丽的演出啊、哦。未来你们的田径那个生涯一定会有非常丰富的色彩啊，尤其是敏静，你现在还是那个台北市3000竞走的纪录保持人，而且是永远的保持人，因为以后没有3000公尺这个项目，所以恭喜你，名留台北市立山国中，名留台北市这个田径史上的一个人物啊、哦。那最后是明义啊、哦，这三年来每天啊。哦你从跟应先一样，从很远的平等国小来这边选择立山，那也恭喜你们这三年呢，付出了许多，也收获了许多，啊、哦，每个都是又高又壮的毕业。那我希望你们把练田径的这个精神带到未来，啊、哦，迎接每一项的挑战，我相信。再大的困难，你们都一定可以走得过去。你们会开创自己的一片天。老师最后呢，在你们即将毕业之前，献上最虔诚的祝福和期许，希望明日我们都会以你们为荣。加油！来，什么都可以丢，什么都可以丢，准备好了，来。来 ，OK 了，我说开始就开始啊！一、二、三，开始！努力不就会成功了？所以我要为我们自己犯下的错误来向你惩罚。来，志丹，你要先赛前，你要说什么？你觉得你能一次喝完这碗冰吗？你觉得一次喝完这个冰的话，我想说，好，来三，开始来，哎呦，停顿了，头是不是开始痛了？血要掉了。哎，来叫，不要玩死，要放弃了吗？要放弃了，我要放弃了，放弃了，要放弃了，里面有料，要放弃了，来汤匙，真的放弃了，快，不要咬，不要咬，谁吞，对呀，要拿去取一点。
笑五秒就好了。我怕撞了。快乐不平没跟老屁用啊！你看，好，你在跑什么？熟悉的所在，梦永远是梦。什么时阵我煞这大胆？什么时来会感觉？风头的声声，我想讲我一定是飘别的人。不管安怎过，安怎变，安怎的人。永远我是彼个人，爱过的一切我拢不甘放，不管天涯海角，不管安怎笑安怎哭安怎迷茫，永远的永远我是彼个人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就会转心坎，是不是你的答案？
看特别教练这两年来的教导。对啊，重复重复。等一下，停停停。哈哈。这三年啊，我觉得学到了就这样。然后对学弟妹其实就是，如果要重复吗？来，你觉得你要问，随便问都行。来来来。Hey!